者吴志磊台北报道，日星景轩曾演过甘瑞元盛一家人，据说台湾等本土剧。他最近参加台视外景实境竞赛节目综艺三国志，没想到竟然引起公愤，节目本周特别推出这单 BATTLE 挑战赛，直接让主持人和制作单位派出的魔王代表对抗。这次也推出加薪卡，抽到 Lucky Ball 的人就有机会抽 0% 至 10% 不等的加薪机会。不过这张卡却被第一次上节目地景轩赢的，没想到他却狮子大开口，要以二墨价格卖给纳豆，这让错失加薪机会的大伙群情激愤。张立东也直呼，你来论的，根本是制作人的暗中吧。景轩发动苦咒，记起涂鸦架，今天为了这个节目，我排开所有通告才来的。那道不为所动反呛，你已经半年没拍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还有人建议那道加钱让制作单位把加薪 0% 的卡抽出，遭到王少磊阻止，不行啦，因为大家最期待也是看到你抽到 0%。 大伙同时也安慰那道，没关系，等你主持到60岁那天应该就赚回来了。综艺三国志主持人纳豆又与来宾景轩，才是提供综艺三国志主持人纳豆又与来宾景轩，才是提供